嗨，市长加油！市长加油！市长加油！谢谢。基隆市长谢国梁出席基隆转运站启用典礼，国民党籍议员跟市府团队在台下频频喊加油，为市长谢国梁加油打气，让市长倍感温暖。很多人都很关心基隆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也深深的表示感谢。基转运站啊，我想在2023林检市长的任内的时候就已经延宕多久了，很久了。那我想谢市长上任以后啊，对于要收，大概是要把一些比较没有做到的一些事项啊，我再加强一下。那之前呢有百多项的这个缺失哦，那实在不容易，要感谢我们的市长哦，一一的呢把它处理哦完成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要感谢我们谢国梁谢市长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呢，为大家努力的把很多的市政需要改善的部分呢，一一的来做一个完整的改善殆尽哈。那我想在这个转运站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因为有很多的缺失，在谢市长的接任之后，一一的把它改善了，所以今天正式启用，我想在全民大家市民一个期待的最好的一个结局。面对公民团体发起罢免行动，联署第二阶段已经过门槛，市长谢国梁受访表示，请大家放心，一直都有在做准备。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外面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我们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市政工作做好，我想就是要让市民朋友更放心。从现场的气氛不难发现，目前蓝营部分整合气势十足，全党同心来支持谢国梁面对迎接而来的激烈选战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基隆报道。